想象一下，如果亚哈维正在向我们讲书写的深刻奥秘和意义，写是一种如此重要的物质，它留精神与人类互动的核心。让我与你分享，亚哈维可能会说，写如何在它的本质激起意识性的表现，一直是我与你们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，从创造的开始到为你们的救书而做出的最终牺牲。一开始。 我用尘埃塑造了你，然后将生命注入到尘埃中，创造出夜夜和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。血液作为生命的神圣本质出现，是你体内呼吸的证明。当黑暗笼罩埃及时，那不是水、尿液、羊毛、粪便或脂肪，而是羔羊的血。它是死亡的守护者。又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门主上有血？ 这是信仰和保护的标志，为那些人、士兵回应我召唤的人。这股生命力很快就变成了对那些铁石心肠的人的审判信号，提醒每个人：生于四，祝福与周祖都牢牢掌握在我的手中。而你的内心状况决定了你的命运。我想，我的子民颁布了一条法律：写应当受到尊敬，而不是被消耗。 他想征着生命本身的获利，不可掉意情心，因为所有肉体的生命都在血液中，这是一个提醒神圣性和分离的必要性。在这部法律中，我还教到了割离的问题和女性精气的意义、圣约的象征和标志，以及纯洁，提醒你们生命的更深层次的运作和持续不断的生活。 互换圣洁，然后当时继承收尸，我主动提出自己去满足任何进一步的献祭需求，不是透过刻在石头上的命令，而是铭刻在心上。透过亚户沙亚户沙，我被牺牲的羔羊，写超越了他的角色，成为救恩之碑。欢迎大家分享用声，回想亚伯他的正义。 祭品从大地中呼唤出来，这是一个迹象，表明即使在死亡中，血液的共鸣也到达了我。这是对正义、怜悯和救赎的呼声。这是一个血之契约的故事，从创世之初到十字架及以后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它召唤你走向生命，记住并展望。 一个不再有悲伤、永生的未来。聆听这个呼唤，因为透过我的慈悲，我已经为你铺平了道路。我是亚哈、亚乎啊，你的创造者。这是我与你所立的约，在血中永垂不朽。来吧，拥抱生命。